今天昨天几点收工的？啊？今天早上八点，睡了五个小时，已经算很久了，睡到中午。你预计今天能几点收工？今天十二点前我得走了，不然我得翻脸。是的，就是对我们来说也很有意义，因为是总决赛嘛，最后一哆嗦，所以那我们就合作一块， okay, 一会儿我们好好的谈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我们走吧。行，我们准备一下。准备好的，准备为了让情怀能变成顽固，我在摩天。
有一种地位提升的感觉。